超市里面一下。因为今天还没有喂，我喂一点，要干净起来。这个是麦根，这个是我们的巴勒打汁的。等一下再给你们看，这个放进来。来，这个下卵的时候，因为它有这个味道，我们放这样，它就会自己来下卵。你们看一下，这边有卵。我老公刚刚早上跟我讲说有卵。卵在这里，看一下这里，这里就是卵。这里墙壁这边这样子，它就会下卵。然后我们放这样，它卵就会这边也有，它就会小虫就会钻进去，然后就到里面去。啊，有多小？你们看看，来，这个一点白白的都是它的小幼虫，刚孵出来的，白白的那个就是卵刚孵出来的，就一点一点，比头发还细哦。这个一点白白的那个，所以它会爬上来下卵。不是，它是在这边下卵，下完卵以后，它这个也是它的卵，你看这个也是它的卵，看得到吗？这里中间那里，它下完卵以后，它闻到这边的味道。它就会往下面钻，这个都往下面钻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它的幼虫，看到没？这个是白白的，就是这个在动的那个都是，看到吗？黑什么？哎，到时候就可以卖吗？对，这个，然后我们最重要是要消化我们的废弃物，然后说用它来消化，然后它长大以后。长大以后我们就会，我现在喂它哈。它那个黑水毛消化废弃物，难道就不会臭了吗？你闻到臭味了吗？你所谓的废弃物是指什么？我是说就是厨余。好了，厨余可以，厨余它也吃啊。你尽量，你讲它可以吃湿的，有水的，阿妈会当用干干燥的也可以。然后有湿式养法跟干燥养法，我现在要展示的用干燥养法给你们看，所以我们才会放麦麸。啊，这个是幼虫啊，大只的是。等一下我就一样给你看，它长大以后有没有完全变态？有啊，但是飞的部分你就看不到，因为它本身这里面可以看得到，里面它就画出来以后，我们有一个有一个虫字旁，有在这里。等一下一个来。黑水虻怎么写？忙一个虫，一个死掉的虫，这个是你们知道这是吗？这是那个叫做那个壁虎啊，壁虎的那个，哎嘞，你买不起啊？那你像有人养蚯蚓，蚯蚓嘿怎样？也是可以做有机的那个下卵，对不对？蚯蚓哦，蚯蚓其实它没有那么快。蚯蚓没有那么快，对啊，蚯蚓也是覆盖的方式，它是覆盖，但是它这个地方它是把它消化掉，它直接鱼啊，两三天就该吃了了啊，啊，直接鱼啊，免几点钟就来吃了了，我今晚是白的，麦麸我未饲啊，所以讲麦麸，啊，你看到会做迄无？今晚看麦麸是大块吗？他看无，很多人都看无，哦，超爱的，等一下你们。